Hello， 大家好。那因为最近呢，我老婆哈的这个冰箱坏掉了哈，那她要我帮她修理的啊。那可是呢，那这个冰箱呢，又是已经用一二十年了啊，又找不到零件。那我真的想了老半天哈，不晓得该怎么办。那后来呢，我也想到我们用塑胶管哈，可以做很多东西。啊，那我决定呢，用塑胶管哈、来帮阿美美呢啊修理她的冰箱。那修理之后呢，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很不错啊。那我决定呢啊，将它这个提供给各位做个参考啊。那至于我怎么个维修过程呢啊，大家可以到这个阿美美的这个频道去看一下啊，我这边有个连结啊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，是非常实用的啊。你除了冰箱之外，你汽车车门的这个内侧的把手断掉好像也是可以用这个方法啊。那欢迎各位点阅这边啊，去看一下过程吧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